好，好。电好。饭锅，然后哥哥他们还有晨晨姐姐回来，跟他讲放在后面，好，然后那个牛肉就自己看，要多少就吃多少。嗯，假如说我妈妈没有联络到大哥，你等一下，你看到大哥，你叫他去那个正宗轮胎行载我回来，好。要带多一顶安全帽子哦。干嘛？好。